喂 ，fuck！ 大家，不好了，八路给我杀了，还带了三门炮。慌什么？八路有炮，我他娘的也有。快把咱们的小神炮给我推出来，告诉兄弟们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是，兄弟，跟我走。呵，真小瞧了这帮土匪了啊！手里边居然还有炮，就是打得不怎么样啊，一看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。滚！快！嘿！哎呀，铁头，给我瞄准点啊，别把我的声炮给毁了。你的山炮啊，这黑龙手里的山炮那不就是我的了吗？哼，我看你呀跟他们没什么两样。行了，铁头，炮弹宝贵，铁头，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实弹课。老弟，赵队，炮弹。打得真准啊。来，调整方位。八路军火力太猛了，咱们赶紧撤吧！快，兄弟们，赶紧给我撤！好样的，铁头，打得够准的，带着战士冲锋，如果有抵抗的，就地枪决。是，记着啊，我那山炮别弄坏了，给我带回来。是，撤！撤！铁头，在这儿盯住了，我就知道员。好，快去！你们两个给我走。黑龙呢？跑了。把枪卸了。是。起来，走，大壮，走，走，走，快，快走。找回你们山炮。黑龙呢？黑龙还没有找到。快点去找黑龙。是。他们还有这东西啊！报告，赵云找到了，在那边。快走！哇，黑龙往后山跑了。哎，那这样，清明，你带着老陈呢，赶紧回去看看他伤得怎么样。剩下的人跟我来。走，走，兄弟们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！兄弟们，快把里边东西全部给我搬走！快快快快！是。王八蛋，文八路，不共戴天！
这么快？兄弟们，快准备战斗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八路军是会优待俘虏的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一帮土匪还这么嚣张，给我打！这几个人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啊？怎么办？现在这次让八路军给算计了，我绝饶不了他们。幸亏当年老子留了条暗道，兄弟们，赶紧给我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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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去的战士们报仇！冲啊！